献给39岁到69岁的人，再忙也要看看。说的太好了，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、80岁美文。活着就是胜利，健康才是目的。美文，人过60岁，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，快乐比金钱重要，健康比啥都重要。不要谈，不要比，不要自己气自己，快乐自己去寻找，一心只为儿孙忙，从来不为自己想。美文，朝夕相伴，要好好孝顺父母，辛辛苦苦几十年，退休还得干活，健康快乐少烦恼。朋友没有十全十美，真诚就好，幸福没有十全十美，知足就好。退休了，多和朋友聚聚，困境笑笑，万难气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